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同济一番人》，我是大黄。酷儿大学计划是我们北京暨安德咨询中心开展的一项为期3年的教育计划。今年我们于秋季成功的举办了酷儿大学的第一期训练项目，现在让我们来观看一下当时的情形。这次酷儿大学是在10月初举办的，期间我们请了多位著名的老师来为同学们普及了酷儿理论以及性别平权的相关理论知识。在课程中，同学们纷纷表示，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加收获了友谊和快乐。在接下来的2年中，我们还会继续开展类似的训练营与培训项目。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www.queercomrades.com 查询相关的信息。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